喂喂，听得到吗？啊、哦，我已经到这了。哦，东西我都帮你买了。你等会儿记得把位置跟我共享一下，别关啊，别关。你呢，等会儿要是到了，你就跟我说一声，我下楼去接你，乖。<noise> 你说让你到家给我打个电话，怎么没打？啊，刚刚打电话给你，你也不接，又点外卖了呀？我马上到家了，你等我十分钟啊！家里有菜的吧？到家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吧？以后呢，别点外卖了。嗯，好，就这样。